感人嘅一首歌曲《秋風詞》，我要學啊呢首歌。好啦，咁聽完女高音之後咧，我哋都有男高音嘅。咁我哋今日咧男高音咧有兩位喎，咁第一位咧就高大威猛呢個陳良邑。陳良邑，咁我今日想聽你嗰首歌，冇得聽嗱，下一次你一定要唱俾我聽啊！好，咁我哋請陳良邑，佢亦都為我哋唱三首歌曲嘅。 Thank you.
多謝陳能邑，哇！咁聽完一啲咁感人嘅歌曲，我亦都好想轉一轉喎。咁我哋咧今日除咗有人唱歌之外咧，亦都有位朋友咧幫我哋去演奏一啲音樂嘅。咁就係由陸佳慧幫我哋演奏，佢今日咧會用佢嘅雙簧管為我哋演奏一曲嘅係莫扎特嘅一首歌曲。咁有請陸佳慧。 Thank you.
多謝盧佳偉，其實唱歌都係唱歌同埋樂器嘅一個演奏，都係一個對於音樂嘅一個俾大家一個欣賞，希望大家喜歡，我都好中意呢個樂器嚇。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仍然有男高音嘅歌嘅歌曲嘅，咁以下落嚟咧，我哋有張卓張宇卓。 張宇卓咧就為我哋咧演唱三首歌曲嘅，包括一首係法文歌啦，另外一首咧就歌劇嘅詠嘆調，呢個歌劇咧係《弄神》，我幾中意呢套歌劇嘅真係。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亦都有一首咧係普通話嘅歌曲，咁請大家細心欣賞，請張宇卓。Thank you。 Oh,
這首很特別的歌曲，我想現在很流行，他們剛才告訴我，現在很流行是將那些歌詞，即是詩詞歌賦，將它譜成音樂，所以很好聽。This is the lyrics is it's a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m. It's a Chinese poem. Yeah. Okay. 接下來我們亦有一位女高音，今天她會為我們唱的也是三首歌曲，一首是法文的，一首也是來自一個歌劇，這個歌劇我比較少聽，但是我相信都會很好聽，因為它是貝里尼的，之後就亦有一首新的歌曲，一首猜頭鳳，亦是剛才一種角色的一種歌曲，就是說它有個歌詞，然後就是用一些古詩詞，然後配成一個音樂的，以下我們就將這個時間交給陶遠，陶遠有請，陶遠請我們幫我們唱這三首歌曲，麻煩你。 Thank you.
多謝陶宇，多謝各位。咁我亦都做一個廣告啦。咁嚟緊咧，11月22號。 佢哋嘅位老師王希老師咧，佢哋就將會喺文化中心嘅小劇院有一個音樂會嘅。咁呢個音樂會咧，而家已經喺澳門嘅售票網廣星嘅售票網嗰度已經係發售緊㗎啦。咁希望大家如果喜歡呢啲音樂嘅，因為喜歡呢啲音樂嘅話，亦都希望大家可以買張飛入去文化中心小劇院去聽一聽。因為今次咧，王希老師咧，佢今次準備嘅咧，全部都係中文。 歌曲喜歡聽中文歌曲嘅，或者你過往以來一直嚟呢度聽嘅，都係覺得啲語言我唔通啊，我唔明白啊，唔緊要嘅，音樂係冇界限嘅，都係冇語言之分嘅，所以希望大家亦都喜歡嘅，喜歡聽你嘅音樂嘅，咁就11月22號咧就去文化中心小劇院嗰度聽呢個音樂會啦。 好啦，咁亦都埋翻呢度嘅廣告。呢度嘅廣告其實就係話咧，我哋喺呢個觀樂兒基金會呢一個畫廊咧，其實每一個月嘅第二個星期六。 嘅晏晝5點鐘，我哋都會喺呢度咧有一個沙龍式嘅音樂會嘅。咁希望歡迎大家誒帶啲朋友嚟啊，或者如果你哋喺經過路過行過路過見到呢度開門嘅話，其實佢哋所有嘅音樂會都歡迎大家入嚟呢度欣賞嘅，冇需要入買飛入座嘅。咁所以咧係我哋首先要多謝觀樂兒基金會，佢哋借出呢一個提供呢一個咁好嘅場地俾我哋呢啲作為音樂嘅愛好者喜歡做一個表演嘅都可以入嚟呢度做一個演出。所以非常之多謝觀樂兒基金會咁。 如果你哋喜歡或者認識啲朋友係想入嚟呢個表演嘅話，就不妨聯絡我哋。我哋係澳門聲樂協會嘅，我哋每一個月嘅第二個星期六，我哋都會喺呢度有呢個音樂會嘅。咁今日好多謝王希老師所有嘅學生，亦都多謝潘浩同老師為佢哋所有嘅學生為佢哋伴奏。咁今日嘅欣賞會咧就到呢度為止，多謝曬各位。咁。<笑> 又係講好多啦，好啦，咁我哋咧想請表演者，我哋出嚟影翻張大合照。Let's take a group photo， yeah， okay， thank you。 我哋請所有嘅演出者出嚟影翻張合照啊，係啦，快啲出嚟啦，係 ，okay， thank you。 啊 ，pardon。 Better and better。